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나이스. 50块 学个 Q 拿到 50块。 蓝枪闪的果断呢。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想看一把三项虫子，那屁用没有那玩意儿呢？看看这塞拉斯好不好杀吧。 关键我们家缺点伤害，这么的吧，这把如果前期我们家蓝枪跟波比呀，这咋又飘了呢？这人，如果我们家蓝枪跟波比不是很肥的话，我们就出一批了。体力，绝对体力。 激励，阿古尼塔涅斯米达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哎，漂亮，很难让他站起来，基本上先 Q 都是 Q 不到的，插个眼儿，哇哦，漂亮。 沉默起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平 A， 平 A， 沉默刺儿点烟，刺儿点烟，刺儿点烟，闪现，升了。 36滴血，关键是那什么没躲掉，那个平最后一个平 A 进草丛了没躲掉。 出 AP 的吧，不出 AP 的，第一点比较难翻身，第二点不杀人容易让人说成混子，容易挨喷。出 AP 的。 好难 Q 啊！
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而且这人好猥琐呀，这人就只反手了，我天，好累呀，跟他玩儿，出两本书。 180，我在他补刀那一刻 Q 还行吧，不行，我不能出这个，我得出鬼书。亏呀，咋又亏了呢？为啥老亏呀？为啥我一死就亏呢？我就没明白，怎么就死了就亏？ 为啥亏呀？ 他哪里吃到我层数了？他乘一，他上哪吃到我层数了？最后没吃到我死的，我们平 A A 死的怎么上？那吃死了我不早就死了吗？靠，还是卡。 一波技能我估计应该能把他秒了。呀，塔皮没了。我发现他反应好快呀！我 W 闪他能把我的闪现 W 能给我躲了。我靠！我发现他反应真的好快呀！我是 W 闪过去的。 可能是因为我卡，是吧？我 W 接闪现，他能给我躲了，天哪！嗯，没咬着。
水银鞋吗？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학살 중입니다. 很难抠啊。基本上是没法抠的人，我也不吃，我今天不吃你人肯定是不行。算了，去他妈的，不吃了，我吃兵了，我吃兵了，俺俩发育还不行吗？真他妈的难杀，我的操，我都服了。好难杀呀！我吃了还不行吗？你怎么的？你瞅这人。都干哈呢？但是他真的好难杀哟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哈！哎呀，我去！你他妈可让我逮着你了！气死我了！你可让我把你给逮到了，小犊子，这么难杀。啊！这样不要死他！哈哈哈！哎呦，这车开的可以啊！哎呀，人有点多呀！你应该直接开走这车，其实这车就不应该开回来。这趟车呀是不好开的呀。推推棒儿，我个人感觉你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我吃个小的。升个级，哎，刚有问搁哪呀？上路塞拉斯跟蓝枪五五开了，这波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너희들은정말흉측한놈들이야
你让我逮到你了啊！我致命点人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你让我逮到你了，小兔崽子。有红吗？没有。我很想再吃一个，怎么办？有没有屎吃？可以，我们去吃个蟹。踩他一脚，他不打了，我们也不打，我没有大了，我也没得拦啊，小可爱，我们不要在这回城啊，对面知道我们在哪里回城。这把来吸厉害，然后出个这个，出个沙漏，美甲窃魂卷慢一点啊。小可爱冒着飞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来，我到，别卖，别卖，别卖。推着棒起立，全死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口，刺儿起立，平 A， 插个凯隐，凯隐跑了。你不推了，你不推我推。吃了四个了。往中路走一波啊！我推推棒，闪现起立，沉默刺儿，致命点刺儿，起立，沉默拿下。最高地，好像还可以推。OK， 撤，看看有没有红啊。啥也没有呢，怎么？六层了，我们不用再吃了，回家了。先出个鬼书吧。不的，先出这。
美甲窃魂卷，猫着鬼叔，一会儿美甲窃魂卷不行了，咱给它换成法算棒。那塞拉斯偷完大招也不吃小兵，你看也不加血，到现在就一层了。好了，那能行吗？那你可跑不了。推推棒，沉默，洗力，刺口。我推二发，剩下的交给你。那永恩的装备也太烂了。不行，抓不着。刺儿刺儿，沉默，起立，平 A， 推着棒快跑，起立，快飞快飞，小龙没了。回家出鬼叔，打大龙吧，可以打大龙。我们家这打龙老快了，努努大虫子加蓝枪，还有波比。打打打打打！我一个大能吃1380。哎呀，没吃出来，少了我一层。推着棒，沉默。体力人儿呢？沉默，体力口，那蓝枪我是不得治治你了，蓝枪就不能让我口一哈？谢谢守护不起的塞利亚。体力、沉默、闪现、口、刺儿、刺儿、体力死。哎，搞地，搞地，搞地！